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温柔蝶。那我们先来看本周的维修公告。那么内容有礼包的上架商城，有20.28线索，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，还有角色日的活动。有新增留言板，然后还有活动的改版，还有任务改版、答题改版，以及分享升级。然后下周的角色日活动是律师还有盲女的生日。还有一些体验优化、问题修复。是下次的更新预告，有摄影师和咒术师的服装上架。再来是紧急公告，紧急公告就是2:06更新的时候有一些问题，那么一样会给玩家们回馈。再来是咒术师的组主，也是之心服装的组主，三视图的样貌，那么看上去还是挺华丽的，那个材质绿绿的，感觉好像又是绿系列。再是服饰德的一些影片，一样是1月13号上架。这也是最期待的春节活动，有全新角色赛季精华，还有许多角色西式时装囚徒的影视之星上线。那么，首先第一个是新囚生，哭泣小丑，1月20日会正式上线给大家。再是新的赛季精华，第三赛季的精华。有哭泣小丑的金皮，还有小女孩的紫皮。接下来是红夫人的时装，时装一样是会上架商城，是1月20日以西式礼包的方式呈现给大家。再来是囚徒的掩饰之心的时装，一样会上架商城，会于1月27日上架。再来是祭司的金皮，看起来就是有那种仙女的感觉，材质表面看起来非常的好。那么一样会上架商城，于2月1日的时候上架，一样是以礼包的呈现，
所以大概要氪金的人比较容易取得吧，因为它是现实的，除非它现实的那个意义不存在。再是有几帧时装的解锁卡，应该是解锁卡吧，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时装图像，还有图画相框以及个性动作。发红包和讨红包等。然后再是一些储值声望优惠，还有记忆珍宝，有可能就是有机会重置。再是限时上架个性动作，放礼炮，再是限时返场，看太原的蟹红包。然后1月22日会有限时返场的活动商城，有先知，还有黄衣之主、求生随身物品，还有个性动作拜年，还有放烟火，应该说懒烟火吧。然后再来是红夫人那一件西式时装夜潮的山势图，那我是长这样子的，感觉跟他的那个我们刚才看的那一个有点不太一样，不过就算这样也还是蛮好看的。